为什么射击要清仓呢？我不太明白，孩子。哦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哈拉姆吉的这个射击完了动作啊，很帅。这个叫自信转身，打完之后夸就转身看这个我到底是多少环。7.6环。哦，不错不错，7.6环。还不太满意，摇头了呢。预选准备，开始。哦啊！预选准备，开始。2.7环。委屈，感觉后面这几组好像有一点经验了，就是都采用这种打得很果断的这种方法。嗯。这样也是对的，要不然举的枪越多，这个枪会越抖。嗯，拖把。哎呀，这个第一组打了两个拖把。2.5岁留声机哈拉姆奇，第一轮比赛结束，总成绩13.8环。13.8环。原地稍作调整，准备。说实话。